我发现他真的是一个很能感知幸福的人。小心楼梯。酱香饼，我们今天一直想吃，找不到。走走走，我们去吧。好，要一份酱香饼。好，要等一下啊。嗯，好幸福，你吃一口。是不是好幸福？好幸福呀！晚上又可以跟老公骑电动车去买夜宵。你这也太容易幸福了吧！幸福，出发！出发！嘟嘟嘟！外面真的太热了，回家喝一口冰的太幸福了呀！你这幸福的太简单了吧？如果拿出这个，你又该如何应对？啥呀？你拆开看看。哇，玉桂狗！打开这个看看。哇、哦，好可爱，还有一条项链，喜欢吗？这是得物给你买的潮色会玉桂狗项链，这是潮色和三六正版联名的，而且是纯银的，也不用担心过敏。现在点评论区打开得物就有同款。哎，你过来看，你看它有个腮红，好可爱呀、啊！来，我帮你戴上。好了吗？好了。嗯，我现在感觉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。好烫啊，好幸福啊！妈。幸福吗？看，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了。